的一个小发明见效了。这就是一个计步器啊。哎，你的观察力惊人的敏锐，的确它的外表是一个计步器，但是它的内在可以完美的控制雷初夏的磁场能量。我为什么把它设计成一个计步器？它戴上以后是不是不会引人注意？有没有可以反魔王？听起来是没什么毛病的。OK， 要是你对它的外表不是很满意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改成手表、手套或者贝贝夹都可以。但是这个改装的费用啊，很感人，我个人呢不太建议。我觉得实用就行。啊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那它能控制我的磁场？当然了。还可以用。年轻人，不用那么镇定吧？你嗨起来，你情绪那么稳定是不行的。你情绪太稳定，我没有办法测试这个手环有没有成功。来，嗨起来。啊！哦。啊！嗨起来不行，你这还是很稳定。Come on！周边的一切呢？风平浪静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我的手环成。爱奇艺，ชื่อแปลก สิริปัง ว่าได้ที่ดังได้ใจ